意思是要安孔八首的意思吗？既然大家那个年纪都跟我们差不多，都28岁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就来唱大家都会唱的民歌，好不好？好，如果你会唱，我们就一起来喽。轻轻地对你说，请你等着我。匆匆地走过，匆匆地走过，一句话儿都没有说。匆匆地走过，匆匆地走过，一句话儿也没回答我。你可知我心里多难过？请你等着。想去，所有的往前走，让你忘记。
不要急，哎 ，hello， 先不要上去哈，小姐，嘿，小姐哈，有桌子哈，这个还有一个很正式的声音，还没有敲，好，下课，我们再一次最后掌声给南王姐妹花，那个有买他们 CD 的朋友哈，待会会在这里给各位签名拍照，先让他们休息个十分钟哈，我先让他们休息一下，哎，还是要直接签名。直接签，好，开一下那个灯，那个。嗯